星宿上线短短几天，就好评如潮。为了回馈大家的热情，小胡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大福利，说出来你可别太激动。为了预祝第二届中国围棋大会顺利召开，8月6日9点至20点，亦可少儿围棋平台星宿闯关将会免费开放。免费开放的关卡分别有简单、普通、困难的前七关，而噩梦难度则是全部开放。只需要用一个手机号登录 kaoshi.yikewiq.com， 在规定时间内就可以随意挑战朱雀了，是不是很诱人？更重要的是，在活动规定时间内战胜噩梦朱雀，截图转发朋友圈后发送给小胡微信号 yikishoutwho 后，更有机会获得限量礼品及鹰眼分析一盘。还在等什么？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好事还不赶紧来试试，就在8月6日的9点到20点哦。当然，在本次的中国围棋大会上，我们还将会推出更多有趣的活动，让我们相约南宁，共享围棋盛宴。 PS，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一客所有，7月份虽已结束，8月份的优惠力度同样很大哦。月卡56，半年卡216，全年卡398。https://5youzan.com/2topper8step 等于 2loid 等于5082050570 ref 等于153053165711 sbn 等于 image18648692 亦可少儿围棋平台网址 kaoshi.yikewiq.com 电脑与安卓平板推荐火狐浏览器登录 ipad 使用 safari 登录即可。亦可少儿围棋平台联络员一小胡微信号 yikishoutwho， 请培训机构联系我获取优惠码和语音资料与 PDF。 亦可少儿围棋平台使用说明 https://hare.yikewiq.com bonus detail ID 17934。 亦可少儿围棋平台制作团队大揭秘 https://hare.yikewiq.com bonus detail ID 180无无一刻，少儿围棋平台每周新功能揭秘 https://hare.yikewiq.com bonus detail ID 18372。机构用户将发放机构账号，配以强大的教师系统，其同学习情况了若指掌，大大提高教学效率。培训机构合作洽谈，欢迎联系一小胡。